东正路南段原来宽是10公尺，预定拓宽为15公尺。这段路的补偿手续是年前已经办好了，原来定今年初就可以开工打通，可是后来由于民众有困难，一再的延期。到了目前，虽然公共设施工程已经展开，但是应该拆的房子仍然有2-3家在做生意，所以工程不能够如期进行。又加上沙石堵塞道路，来往行人车辆非常的不便。